谢谢君凯的详细解说。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，受到了台风的影响，北部山区雨势相当明显。台北阳明山日累积雨量截至傍晚已经超过了180毫米以上。不过在西部地区感受到的风力比较强，有民众就觉得很好奇了，这个轩岚诺台风怎么会像是隔山打牛一般，造成了西部地区有招牌不敌强风掉落，甚至呢有路树倒塌的意外呢？气象局就解释了，最主要的原因呢，在于说这次吹的风向是正北风，受到了地形的影响哦。台北盆地的感受反而是比较不明显的，但是到了西部地区多为平原没有阻碍，所以除了沿海地区，在西部部分的平地又有测到最大呢，来到8级的阵风。一波波阵雨，雨势越晚越明显。轩岚诺台风外围环流是影响北台湾。2号台北阳明山日累积雨量截至傍晚达到180毫米以上。北部因为地形关系，持续有浅对流发展，而位处于背方面隔着一座中央山脉的西部地区，则是风力感受比较强。包括台中、彰化、云林、嘉义沿海内陆部分地区，最大阵风大于8级。有民众好奇，轩岚诺台风怎么宛如隔山打牛，造成西部地区有招牌不敌强风掉落，还有路树倒塌意外。气象局解释，主要是因为风向是正北风的关系。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吹的是正北风，北风的话，其实在台北盆地里面有地形的影响，盆地的风并不大。北风下来，平原像这里是比较宽广的地方，没有地形阻挡，风力就直接从中部一直到南部，甚至到高雄的北高雄这个地方来。接下来风雨可能还会更明显。民间气象团队台湾台风论坛发文指出，风切干空气真的是台风杀手。轩岚诺的西侧、北侧一度空一块，再撑一下，3号环境会改善，深层对流会再度发展，巩固起来，有机会重返次巅峰。而台风在台湾东部海域往北移动时，台东南边则有焚风发生的几率。逐渐往北的过程当中，因为它平行我们这个东海岸线。所以应该有机会在9月3号、4号，在这个台东南台东的南侧，可能会有这个火烧风的现象出现，就是焚风。北部、中南部严防强风豪雨，东南部则要留意焚风。今年至今的常态变化，还得持续关注。记者报道。